人行道可以骑车吗？我在停这里啊，这是菜市场，知道吗？这里叫做人行道，公共土地不能骑车。先生吗？不然呢？你看啊。好，你讲。讲啊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，我是重担前面那个年轻人，不能是哦。啊，谁骑在人行道啊？拍啊！拍啊，当然拍啊！我找你们学校。谁骑在人行道？会不会太夸张啊？先拍一点，先拍一点。麻烦你们了。这里没有人行道啊！你是学生，而且我可以跟你耗。耗啊，我没差啊。我让到你警察留个记录。好啊，看到时候留记录的是你还是我啊？我无所谓啊，我退休无所谓啊。我也没差啊。好，你学生好，以后你工作，你只要一个警察留一个污点。你比较像会留污点，我无所谓啊，我现在退休，我也不用工作了。好啊，比较年轻的，好啊。以后你工作，我像儿子一样，要找一个良民证。嗯，你没有良民证，你如果想找到好工作，我留下来了。我想到时候变成不能骑车上来，要我编的道歉，你都说能骑车就是不能骑车啊。我说人家讲这样是没错，你就跟人家道歉就好了。我说干嘛要？对啦，我说人家讲说这么算距离的，难怪人家会兴奋。啊，像他也没受伤，你就跟人家道个歉，不是自己就没了吗？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我只是他做的错嘛，那干嘛一直跟？对不对？我说这样方式，对，你是不是要他的第一个道歉？对。对啊，而且他该不觉得自己有错误。我跟你讲，我一个人替你处理大事，你不能为你讲。Nope。没门！你要你就停在路中间啊，交警会把你赶走。来，交警，出警一下。他被拍照吧？会啊。什么时候会拍？哪里咔嚓？洛杉矶在哪里？我想看。交警，出警一下。他被拍照吧？会啊。什么时候会拍？哪里咔嚓？洛杉矶在哪里？我想看。